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on CGTN. 2021 was a year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in the country, from unprecedented rainfall in central China to spring and winter droughts in the south. So how did 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withstand these tests? 水旱灾害防御，这是水利部门的天职。面对极其严峻的汛情、旱情，水利系统全力做三件事情。第一，坚定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不仅是各种防御方案正确与否的判别标准，而且更是各项防御工作必须要实现的根本目标。第二，坚持四预，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我们要求对每一个流域、每一场洪水、每一座水库的调度、每一处河道堤防的防守、每一个危险区域的人员撤离、每一道抗旱水源保障的防线，都要而且必须做到四预。第三，坚守防线，发现险情，坚决做到抢早、抢小、抢住，确保工程安全。China's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top economic planne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released a joint plan in January to improve water security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hich covers the years 2021 to 2025. What are the major tasks from this plan? 全面提升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这是总体目标。进一步解构，它有四个次级目标。一是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二是提升水资源节约利用能力，三是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四是提升大江、大河、大湖生态保护和治理能力。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alled for follow-up work during his inspection of the South to 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last year. What's the ministry's plans in terms of follow-up work, and what will the National Water Resource Network do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南水北调工程世人瞩目，它是跨流域、跨区域的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水利部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和部署，重点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组织开展对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进行评估，根据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对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二是开展重大问题研究，深入研究黄淮海流域节水潜力和需求预测，深入研究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运营、管理体制等若干重大问题。三是完善后续工程规划设计，对有关的规划设计方案
进行全面的检视、优化完善。当然，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还不止这些。其中最重要的是以南水北调工程为主骨架和大动脉，构建国家水网，全面提升国家水源的保障能力。The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and a regulation on groundwater management came into effect last year, and a draft of the Yellow River Protection Law was reviewed in December. Can we expect more of such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ones already in place? 水利法治体系建设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水利立法，另一方面是水行政执法。在水利立法方面，下一步重点做好四件事情。一是继续积极支持和配合黄河保护法草案的审查工作、审议工作，力争早日颁布实施。二是积极支持和配合节约用水条例的审查工作，力争早日颁布实施。三是抓紧做好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的立法前期工作。四是积极推进水法修订工作。在水行政执法方面，下一步重点是建立健全四项机制。一是跨区域联动机制，二是跨部门联合机制，三是行行衔接机制，四是水行政执法加监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The Lantau-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Water Resources has been fast-tracked after its launch 5 years ago. Some reports claim that China is controlling the downstream countries of the Mekong River with the mechanism. So what's your take on that?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cooperation on water resources under the Lantau-Mekong Mechanism and ev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中方是在上游，对澜沧江的开发利用主要是水力发电。就众所周知，水力发电不消耗水资源量，它只是利用水能。但是这些水电工程它可以调节天然径流。中方在澜沧江上开发建设的水利水电工程，这些年来一直秉持着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调峰补库。大洪水发生的时候，调蓄一部分洪水放在水库里，到枯水季节再进行补水下泄，一方面减轻下游各国民众的防洪压力，另一方面也在枯水径流发生的时候来满足下游沿河民众用水需求。澜沧江的产水量只占到澜湄全流域水资源总量的约15%。中方现在消耗性的水资源利用量只占到澜湄全流域水资源总量的1%。这组数字说明啊，中方在上游消耗的澜湄水资源量
对下游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那么这组数字还可以说明中方承担对下游的责任和义务不应该被过度放大，甚至无限放大。这去年十二月，我和南美六国其他五位水利部长共同出席了第二届南美水资源合作论坛。我们一致认为，南美水资源合作直接关系到南美六国国计民生。我们期望能够继续本着有事儿商量着办的原则，加强上下游协作，照顾彼此关切，继续深化信息共享、民生项目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共同提升南美国家水资源集约、节约、安全利用能力和水平。